你还不是我的对手，不要自讨苦吃。你，夫君，宾客都到了，你怎么还不进去啊？怎么是你？大胆，见了淮阳王竟如此不敬。慕容，今日良心镖局如期开张，崔某也备了份薄礼，表表心意。淮阳王，我劝你对我阿姐死这条心，她不想见你。 难不成他还说了媒要嫁人不成？没错。我若是不走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，小心！你还不是我的对手，不要自讨苦吃。夫君，宾客都到了，你怎么还不进去啊？你的胳膊。 你与人打架了？不过短短月余啊，竟然淮阳王伤了人还不够，还要仗势欺人吗？我带你去上药，夫君。阿贤，你方才可伤着了。 今后，若是再碰到那人，不许在这般鲁莽了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明白吗？王爷好剑法。 那个，您都练了一下午了，要不您歇会儿吧？我担心。不累。我是担心箭靶子遭不住啊。放心的。是。今后啊，像嫁人、花嫁，反正就是“嫁”这个字，不能再提了。嫁。是。 王爷，王爷，王爷让我预定的花嫁，小的已经订到了，到时候就嫁在后院，回头我们种些花草，或者嫁接春柳。哎呦，我说你，说点什么不好？说什么？